笑。嗨嗨大家，嗨大家，我妈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到四点的时候。我四点的时候吃完晚餐，然后我吃饱之后，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去躺一下，然后结果我妈差不多四点半的时候她就来叫我，她说你等一下开直播，你要记得起床，然后我就好。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反正我化妆只要十分钟，然后架灯就是十分钟，所以我可以再躺个十分钟。然后我想说那我来滑手机好了，然后我就从三十分开始滑，然后结果就没有然后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是醒来什么时候吗？我醒来的时候是5:06，然后就弹起来，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到处走，我就一个大素颜，然后对，我现在有画粉底，但是我刚就是个大素颜，然后头发乱七八糟，然后对，我现在头发还是有点乱，对，没关系，我等下再弄。就是我刚才穿睡衣，然后我房间就是没有任何运动裤，然后因为都就是都丢去洗了，然后就是也没有运动裤，因为我等下要练舞，然后我刚就是一个房间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，然后我就是一个啊，然后就这个大素颜，然后冲去我妈的房间，然后就啊。然后我爸还跟着我啊，然后我就回到我房间，然后开始啊，然后我刚刚想说我要化妆，结果我打开我的粉底，然后我忘记我的粉饼就是最近快用完了，所以它已经剩下一点点，然后剩下的地方就都碎掉，然后我刚打开，然后我又啊，然后我就起床之后，然后就啊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在桌上跟灾难一样，我现在桌上还是晚餐，就是那个吃完的晚餐，因为晚餐吃麦当劳，然后我现在桌上都是麦当劳，然后这里是化妆包，然后是手机，然后我现在那个吹风机手都在地上，东西整个都乱掉，我的天啊，超混乱的，我刚5:06起床，然后我就啊，然后一直冲来冲去，哦。我慌张爆欸，我真的是慌张爆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这种事我等一下下播之后还要再历经一波啊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去练舞，然后我什么事都还没做，我的天哪啊，真是啊！我要开始化妆了，各位，我现在真的是素到一个爆炸，我连头发都很炸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，我的头发真的是很乱的，好笑。这种是我妈妈三十分的时候来，她就还叫我起床，然后我那时候还醒着哦，我总是我那时候还醒着，然后十分钟后我就不见了哦，我要疯掉，而且我那时候还觉得说，就是我要来打开我的网费，我要来追个剧，就是追剧就不会睡着了，然后结果你们知道醒来之后，我手机页面停在什么地方吗？停在我手机画面停在推荐片单，我什么都还没点进去，然后就啊 ，Oh my god！ 所以我现在超级无敌素的，对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看我这么素？对，一切就是因为我对我刚睡过头。我现在很热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直跑来跑去，然后很慌张，然后我现在超热的。而且我刚醒来之后，还发现我平板没电，然后我就什么都啊。现在整个家里都是我的叫声。对 ，sorry，I'm so sorry， 就是我好吵。奶奶拜拜，奶奶拜拜，今天也是正常发挥，对你们的事故偶像，我来化妆了，天哪，我还有点惊魂未定，你知道，好好笑，喂，你们等那么久，我超不好意思，然后我想到你们等那么久会不会以为我出了什么事，没有，就是我在耍智障。在合照的时候被阿潘点名，我慌张，差点坐到地板上去，对啊，我真的超怕你跌死的，我的天哪。今天要来聊什么？今天可以来聊三周年，什么都可以聊，好吗？就是不一定要聊三周年，
是大家可以趁我化妆的时候先问一些，就是你们想问的问题。那我等一下就不用再开 Q&A 时间。然后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哽咽？不是，是因为我刚睡醒，还没开嗓。啊，真的很好笑哎！我真是要疯。等一下啦，我起床还没吃药啦。等一下，到底在干嘛啦？我今天到底在干嘛啦？到底在干嘛啦？哦，快倒下来！谢谢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我就是那个三周年结束之后，我就一直在睡觉，对，我睡到现在都还在睡觉。这几天都在睡觉，恢复体力。今天晚上吃什么呢？今天吃麦当当当当当当。周同学吃药时间到，对，我要吃药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了。你是要去哪？熊要去死！草莓酱，对不起，我好慌张哦，我好慌张哦。阿美啊，我真的是，我连午餐都还没吃，天哪！我现在头发真的超乱的。各位，我起床之后就是刚就是随便用手顺了一下，用吹风机吹了一下，我现在突然超乱的，好好笑，怎么在吃药不舒服、啊？没有，例行性啊，不对，我现在化妆，对我现在化妆、啊、那我要跟阿潘分享，看新闻看到中国出了香菜双节，我知道，我有看到什么香菜冰旋风是不是？我真的是，天哪！好的，我今天就不化浓妆了。练我而已，还好。对的，我等一下又要出门了。我就想说再睡一下下，结果没想到就睡这么久。主要是我今天也没有很晚起床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中午就起床了，然后就是，我也没有很爱困呐、啊，还在崩溃，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然后我刚底妆就随便给他画一画，然后就上播了。我的脸真的很好笑啊！叫我朋友试吃看看，先不要。贝贝的魔力无法抗拒，天哪！贝贝真的是我的镜子去哪里？东西乱丢。Oh my god！ 我好慌张。啊！谢谢告白气球，爱困跟睡眠时间是两回事。天哪，我现在知道了。怎么样？大家三周年的感想？好像没看到什么 report， 应该说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找 report， 我就是都在补眠。对。大家有注意到我到现在就是连现实都没有 po 几则，因为我都在睡觉，都在补眠，真的是老人呢、欸。因为我们星期五有去彩排，然后彩排结束也是晚上12点，也是就到家了也12点，然后隔天又一大早就集合，然后就连三天都是这样的行程，然后我就。那个礼拜天吃完庆功回家，我就直接阵亡。我就直接一个大爆睡。真的感想，第一天快乐香，第二天难过香。哈喽，对了，新店好吃吗？好吃，超好吃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对，就是新店那个麻辣锅啊，就是呢。我前一天我跟我妈讲说，我们要去吃庆功宴，妈妈说在哪里啊，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们要去吃新店麻辣锅，然后妈妈就讲说，哈，你们为什么吃庆功要跑去新店？不是，谢谢马婷，不是跑去新店，没有要去新店。
听说是吃到饱，对的，他是吃到饱。新店哪间？不是那个新店，我还以为是那个新店，不是那个新店。在那个信义 ATT， 听说好像要预定才吃的，我看价位没有到特别，没有到特别高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然后肉啊海鲜什么都还蛮新鲜，我觉得如果最近有人想要吃麻辣锅，想吃鸳鸯锅，可以去试试看。那天吃下来体验还蛮开心的，服务态度也很好，然后重点是冰淇淋很多种，冰淇淋，重点是冰淇淋不好订，真的假的？我家子萱超爱那间，真的、哦？等一下，你家子萱是怎么回事？你家？这里有人乱说话哦。H 跟 M 牌都有吗？我看到了很多 H 牌，很多哈根哦，他家很多人。嗯，原来是家属朋友，下次要记得做公关席啊，不要坐错位置啊。Oh my god！ 啊，他家是个大家庭 ，family， 是个 family。对，我开始长得人模人样了，对不对？恭喜，我现在开始长得人模人样了，我很开心。然后我的薯条还没吃完，然后我的头发好乱。来，有没有人要问什么有关三周年的问题？三周年，有没有人要分享三周年的心得？为什么都在讲麻辣锅？尽管吃到饱，但你应该也很快就吃饱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们都在玩，都没有在吃，都在玩。我觉得我吃很少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没有真的很大开杀戒，因为很累，就是没有到太认真在吃东西。怎么样？大家有什么感想吗？机会就是后面那一段 ，MC 时间掌控很好，真的吗？还好我有让每个人都讲到话，我原本很担心，因为就是听说那个开场好像有 delay， 然后我就是。因为 MC 主控有戴耳返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注意耳返，说会不会，我就很怕会不会突然讲到一半，然后就要下去，就还好，就是有空时间有空到让每个人都有讲到话，这样。我原本还蛮害怕的，就怕说我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讲到话，然后原本还很害怕说会不会我们准备话题不够多，然后我还多准备了一两个话题，结果都没用上，太好了。谢谢 Happy 热身，戳戳你。庆功宴听说大家吃很凶，我们沙库拉是老样子，就是点菜就点得很凶啦，就是一直点。偷偷爆个料，我们那天吃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是一人负责画单子，然后一人就想说什么大家要吃什么肉，然后结果小山美玲就在那边说
全部来一份，然后就被旁边的店员听到，然后那店员就讲说全部来一份是吗？因为吃到饱，所以人家真的当真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人也很多，然后结果我们讲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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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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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那个店员讲说他是日本人，他乱讲话，你不要理他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小爱美玲就想说牛肉全部来一份，我说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再考虑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慌张的沙库拉，美玲是认真的吧？她很认真，但是我们不想理她，但是我们不想理她。觉得阿潘穿未来果实制服好漂亮，谢谢。那个是铺顶的衣服，不是我的。其实我也是蛮感动，就是可以跳到《果实》这首歌。但是就是心情微妙的，就是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跳到这首歌，因为我穿的是铺顶的衣服。虽然嘉玉借嘉玉的衣服也是听起来蛮合理的啦，但是心情微妙。果实学多久？30分钟。英主吃饭都好欢乐，也很喜欢那天的烧肉话题。真的吗？你敢都？派50人应该也合理是啦。我现在担心你们食材被加料，我就把毕竟是英主的歌，没有，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我的话中话。果实30分钟有点扯，对，我花了30分钟，我自己在家里稍微看了一下影片，然后大概知道怎么跳之后，然后就是去自主练，然后大家就用了30分钟左右带我走一次5步，然后我就会跳了，对，能跳2次不错啦，没有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跳这一次吧，应该没有下次吧。可是这样到时候再做一件嘛，应该是没有吧，不太可能再不做衣服吧，我觉得表示有先学练站位的差不多吧，就是先，我就是先回家看了看大概怎么跳着。可能不做制服吧，制服这种东西。勇往直前那一首学了几分钟？什么勇往直前那个学了很久？勇往直前不是很久以前的歌吗？当初学很久啊。6加4就2次，也是啦。好的，画好了。我看起来正常了吼，我来弄头发了。然后我边来讲是3周年的什么东西。第二天我决定要复刻侧马尾，侧马尾嘛，其实我原本第一天就想要弄侧马尾。可是我原本是担心说就是会不会看起来效果不好，所以我第一天就是先回家看了一下，就是应该说前一天彩排我就绑马尾，我就先绑后马尾，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先来测试一下就是马尾在镜头上面好不好看，我再决定要绑侧马尾还是绑那个
新的公式照，就是新的公式照是那个嘛，那个高公主头。然后就是原本是想说，如果绑马尾看起来脸会很大的话，我就绑高公主头，这样就是这样子看起来脸会小一点。然后我回家看了之后，发现其实画面还好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好像也是可以全绑起来，因为想要全绑起来，当然就是跳舞方便嘛，然后整理方便，然后就想说，那我来复刻侧马尾好了，因为看起来脸好像不会很大，就 OK。这样，同一件衣服我变松吗？啊，我有变瘦哎、欸，我变瘦哎、欸，我所有衣服都变松，就是连那个三周年那件制服好像是。就是几个月前就试好，哎，我有点忘记，好像两三个月前试好的吧，就是有去试尺寸，然后那时候有做修改，但是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试衣的时候，衣服都还蛮刚好，就是整件都很刚好，可是没想到就是前几天穿的时候，然后它变瘦了，就是我整个人变好像变得蛮瘦的，然后那个。梦之路那一件也变松了，就是全部都变松了，所有衣服都变松了，这样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特别量体重、欸、最近，因为我最近那个体重计没电了，然后我一直还没有换电池，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最近自己有没有变瘦，但是在镜头上看起来是变瘦蛮多的啦。有些姐姐说我因为我肌肉量掉很多，就是因为我以前乌吼那阵子吧，就是一直在练，然后以前还有打球啊什么的，然后就一直在练肌肉，然后现在肌肉量掉很多，这样就是没有那么壮，这样，所以看起来视觉上有变瘦。小橘的比对蛮明显的，制服适合是穿起来有点紧吗？还是就刚刚好？制服适合的话是穿起来真的刚刚好，全部都刚刚好。可能这里会微松，就是袖子这里会微松，就是方便行动。但是基本上这边应该是全部都要合身的，就是像这样子，紧紧的这样子，刚好包着，这样才是刚好的制服。但是我那天就是所有衣服都是微微的松这样。但我觉得也不会怎样，就是也方便行动，也是不错。但是乌吼的二头肌展示还是蛮厉害的，二头肌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这辈子好像就是消不下去，我已经随便他了，对，我已经随便他了。而且我原本有想说，就是乌吼嘛，乌吼其实我犹豫很久，我在犹豫说这次到底要好，就是要顾虑到。网路上可能会留档，然后我又没有想说，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那么丑，捡回一点点的欧包这样。但是我后来想想，就是我不想要这样，因为我就是如果以后被人家看到，我也想要让人家觉得说，哦，我们不是半吊子，所以就还是很认真的、很丑的来，我这还是很震惊的、很丑的上阵的，对我觉得还蛮丑的。还蛮开心的，啊丑啊！查多尼毕业了，对啊，伤心的死。提到二头肌嘛，第一套无袖露手臂超好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原本说，我那时候只是想说，就是绿色，就是那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挑颜色，就是有限量，说就是每一套只有几个人可以挑，这样。然后我那时候原本想要挑蓝色的，但是因为我留言速度太慢，对，大家都是用抢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大家抢东西。抢票速度可能不会比你各位还慢哦，就是大家抢蓝色的速度超快，然后结果我就只剩下绿色，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觉得难过，那时候就觉得哦绿色不错啊，绿色刚好应援色嘛，就是穿穿看。然后我穿就是试衣服的时候，然后姐姐也说就是我原本也担心说我穿无袖会看起来很壮，但是实际上穿起来好像还好，所以就还蛮开心的。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要穿这件跳舞吼，我后来才知道，然后我就来不及了，我就等一下我不知道穿这
壮，惹壮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，真的无后了。对，就一切都真的无后了。我就妈，算了。但我看大家都蛮喜欢的、啊，大家好像都蛮喜欢我穿绿色那套的，真的是惹壮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，绿色很适合阿潘。我原本想说绿色制服会不会微妙，但是感觉看起来还蛮好看的，所以应该算成功吧。我来弄头发 ，this。无袖看起来有加成效果，哈喽！我的小梳子去哪？小梳子啊，有了！还好我的包包从来不会漏。哎呦，无吼不好吗？星星中的星星，真的是星星中的星星耶！而且真的是极巧合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一开始不知道那件衣就是会穿着那套制服跳舞后，然后我们就是我跟云爵跟面面其实根本就没有讲好要穿什么颜色，结果意外的刚好就是超级无敌对称，就是一个超对称的画面。我好真的真的星星舞，倒是觉得你很适合穿无袖，是吗？走下台是因为台上太极还是有特别争取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大家走下台吗？走下台这个是原本就安排好的啊，这是原本就安排好的，算是一种福利吧，就是要下去跟大家互动这样，因为观众席真的有的真的是太远了。然后各位要听我讲一个就是关于乌吼的故事，就是呢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记得，就是这次剪走是我们三只星星跳的。在这之前，我这辈子从来没跳过那段前奏，我不会跳，超好笑，全场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跳。然后那个就是因为大家平常公演的时候多少都会换位置，或者是什么笑唱啊之类的，大家都有跳过不同位置，所以那个间奏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跳。但是全场只有我一个人，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是一只星星，我不管在公演还是出去哪里我都是星星，我从来没跳过那段间奏。因为那段间奏的时候大家仔细回去看所有表演影片，我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低头。我根本跳不到那一段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怎么跳。然后就老师就讲说，老师在排的时候他就讲说这边你们三个人跳，然后我就瞬间呆掉，我就一个人呆着，然后所有人都这样子蹲下在看我们三个，然后我就这样子呆住，然后就麻油就讲了一句：“阿潘，你不会跳吗？”然后大家就开始大爆笑，我从来没跳，然后就是大家都忘记这件事情，我没有跳过啊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，我没有跳过。那段是什么东西？我连看都没仔细看过，因为我都在低头。下回老师这样也忘记了吗？没有人记得这件事啊，超好笑。然后我就现场跟麻油学，超好笑。大家都忘记间奏的时候星星不会动，对啊，我根本不会动，超好笑的。因为雅安跟云爵他们还是有在，就是其他场合上，他们还是就是会跳到其他的位置。像云爵来我们组代役的时候，他就是星星是我，所以他就是得跳布丁的位置，所以没有人意识到我从来没跳过那一段，真的都不知道，厉害了。我真的就是哈，哈什么要跳这个，哈什么这个是什么，哈，然后我就当着三十几个人的面前学那段舞，超好笑，现场直接赶快学。但还好啦，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印象在，不至于到这么夸张，不至于到什么记忆都没有啦，这样。
欸，大家觉得我那段跳的好吗？我的感想是那个马尾打到脸很痛。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子蹬蹬，就是这样甩两下，然后那个马尾打脸啪啪两次，痛，真痛，那个马尾打脸很痛，尤其我的马尾又特别大一撮，痛。我们都在猜 C 要嗨一点的那种，平常看其他人练应该多少有记得，有啦，有印象啦，只是自己没有跳过，也不太知道自己跳起来什么样子啊。从来没跳过呢，就是大家在那边雕舞，然后都不干我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是负责在那边帮忙数拍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就换我要跳了，嘿嘿，什么？那段很帅，殊不知是马尾边打现场，超痛，就是摆 pose 改成跳全套，简单啦，瞎毁，痛哎、欸，那个马尾打脸之痛的、欸。而且练舞的时候大家很闹，我在那边跳，然后旁边所有人在那边哇，我屁呀、啊！大家都很兴奋那样，然后我刘海一直弄不好，就我，因为连 MV 的间奏你都不用动，对呀、啊，连 MV 的间奏我都没有动，大家，我真的没有跳过那个间奏。星星马尾辫是阿汉新技能嘛？应该是哦。没办法，对其他成员来说也是第一次看，嘿，也是啊，很好笑哎、欸！我真的是豁出去，我的天！你们要知道，就是这种机会其实很宝贵。就是呢，这种全员出席的表演，就是通常要有一点点镜头，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就是因为我们人很多，所以像这种就是真的就是很幸运有自己可以表现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全力以赴，真的是要全力以赴。总观下来，这次真的是无法完全体验的。对啊。太稀奇了啊！潘学舞进度竟然是最后才学完的人，对啊，嘿嘿嘿，真的好难得，而且全员的震撼度也好厉害。我们跳那个，我们彩排的时候，不管是跳舞吼还是跳那个梦之路，我们都一直在尖叫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彩排的时候不知道。全员站在舞台上面，那个舞台的震动度是这样，那个咚咚咚，超可怕的，超可怕！我真的，大家都超怕那舞台垮掉的，超好笑。尤其是梦之路副歌不是会用力跳两下吗？蹦极那两下就蹦蹦，然后大家就啊，很害怕。应援版索性不换了。真是地表为之震动，非常害怕。梦之路的跳看起来就很可怕，就蹦蹦，然后很可怕。还是觉得好可惜哦，就是阳光剧场的时候没有跳到梦之路。我真的觉得梦之路真的是很震撼的一首歌，就是第一次看的人真的都会被吓到吧，我觉得。舞台，我当时害怕极了。地板通过名为 AKB 的避震考验，笑死！我的刘海到底有什么？这里都会开一个洞，真的是很不开心。难道我要来剪刘海了吗？现在几根不痛？那个舞台很壮硕，不会垮下来，你确定吗？当时我也不知道撑不撑得住，然后跟你们说一件就是我很伤心的事情，就是第二天呢，那个 AKB 三桌，就是 AKB 餐上的时候，
我手电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接触不良，突然跳一跳，然后它就不亮。我很伤心耶，就是这种全人都在的时候，你会希望那个画面是就是整体都很完美，然后结果我竟然因为就是我的手电筒没有亮，然后到最后排字的时候，它中间就一个空洞，然后我就很不开心，我很伤心耶。怎么就刚好那个时候，就是我自己跳一跳没有发现，但是后来就是看影片然后才知道，很伤心啊。然后现在还有其他人没亮，受够。因为我们上台前我们都会一直互相提醒，就是讲说要开灯了，要开灯咯，然后这样子就会互相提醒，所以一定不会有人没有开灯，要么就是都是跳一跳然后突然接触不良，或者是什么撞到开关，可是也不太可能，那开关的位置也不太可能是撞到然后没电，好烦哦。然后我就觉得难过，这个就是我就是三周年一个小遗憾的点，对。都是接触问题，对呀，伤心呢，这个就是我伤心的点。三周年的小遗憾，那时候还是很好看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我很帅，就是那个一出场。那个餐上一出场，我真的是帅炸天，被自己帅到。为各位示范铁壁的孩子做过程，喷了之后要赶快吹掉，要赶快吹，不是电风扇，吹风机，它是吹风机，不是电风扇。我觉得我很帅。然后还有一件就是三周年的裏話，就是我觉得很幸运，就是呢，因为我的位置都在林杰的附近啊，林杰很漂亮，所以可能摄影师会多拍个几次林杰啊，我刚好就都在林杰附近，所以我就会刚好也入镜，真是非常感动，非常之感谢，感激。这是什么灌顶的吹法，好酷，就是要这样子，就是先喷一层之后，然后就是不能从前面吹，是因为就是要固定的地方是发根，所以要这样吹，这样你的曝光率就越高，不要觉得是顺便好不好，不是，真的是因为林杰很漂亮，然后我就刚好会顺便被拍到，我就会觉得非常之荣幸，非常之感动。我跟女神同框哎，可能一白一黑，但应该跟女神同框。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怎么会变那么白啊？我自己都没有感觉，就是我在镜头上看起来也太白了吧？是发生什么事？而且是全身都很白，还不是那个还不是只有脸打粉底之类的白，是全身都很白，是发生什么事？我是发生什么事？太久没晒太阳，我是发什么事啊？是热难摆的，我被自己吓到，吓到枪都出来了，有点发亮。对啊，我发什么事？香菜色觉哈，香什么？肤色也偏冷，是吗？真的，我看阿杰和潘潘的镜头超幸福，对吧？一次双推集合，像你看就超白的。对啊，发什么事了？我到底是在白几点的？就是我有被自己的肤色吓到，对，还有被自己瘦到，香菜摄取过多，所以过曝。很好笑，我们那天穿那个衣服啊，就是穿新的制服，然后就在后台，
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开玩笑说自己是什么姐姐什么姐姐，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什么香菜姐姐吗？然后我穿刚好穿绿色你知道吗，然后就大家我是香菜姐姐极厌世。哎、欸、说到香菜我跟你们讲，刘晓婷那天在吃麻辣锅的时候你知道怎样吗，他突然哎啊啪啊啪啊啪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了，因为他坐 SSKR 桌，然后结果我就想说怎么突然叫我，就是不是过来找 Sakura 大家，是直接找我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了，然后他就想说你看，然后他手上一整碗满满的香菜，我直接大崩溃，我就啊我直接崩溃，直接拿了一整盘香菜过来找我，我直接哈大尖叫，直接吃一整碗不分怕吧？不会啊，哎、欸，他直接一整碗，然后我后来看他直接一整碗，然后加沙茶酱吃掉，哎，我的天哪！我认识他这么久，我不知道他会这样吃香菜，哎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听说他可以吃两整盘，我觉得很害怕。还以为是对着碗里大家的盘才不是。我是建议阿帆看一下 Martin 留言啦，我看看啊 ，Martin 留什么？不愧是我家小晴啊，你家很大吗？哇 ，Martin， 哇哇，你家对啊，你家小，哇，你家小晴哎，这个是不是因为姓韦不在，所以只可以这样子乱讲话？等下姓韦如果看到我，就是对啊，通气那个我们可以 at 一下姓韦吗？那个这里好像有人说是什么什么我家小晴，还有那个什么 at 一下那个怀好不好？还是那个准准，这样吃是勇者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，真的是很可怕哎、欸！闪亮闪亮，哎，马丁太糟糕了，哎，不救啊不救！我到底为什么一直在流汗？我真的要疯了！我今天一直在流汗，在我房间里流汗，为什么？今天很热吗？我刚刚也是睡到流汗的，决战截图中，为什么？很好看吗？现在我很好看吗？谢谢，因为你很慌张 ，panic。我相信信伟很快会知道的。再见了 ，Martin， 我们怀念你。这几天都很热，我们怀念你 ，Martin。你是被吓到流汗吧？今天台北难得天气好一点的感觉，原来是真的天气好。正在赶往直播间的路上。下次还进不来直播间都是你各位害的，好好笑啊，我们怀念你。一首然后来讲什么，我想想三周年我们怀念你，三周年还有什么要讲的，我想一下，三周年，我到上场前才叽哩叽哩背好歌词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忘词王，然后我就是果实啊彩排的时候我就唱错，超笑。我真的唱错，然后姬伟云也是，哎，姬伟云歌词难背，不是的。我们怀念你，不要接着讲三周年啊，我们就是遗忘他，我们怀念完了，不是忘词王，是忘词王，真的超会忘词。这样吧。基本我根本没听歌词，
六营很好听耶，以前都听日本，都听日文版的、啊，很少在听，没怎么听过中文版的，因为中文版蛮好听的。还有什么？沿途风景皆为经过。沿途风景皆为经过。鸡尾鱼你没玩得很开心，我玩得超开心的，我那边呜呼呼，自己那边呜呼，根本就没有在唱歌，呼呼。沿途风景皆为经过。哎、欸，很开心哦，就是鸡尾鱼呢，因为那个就是以前看 Life， 就是不管看日本的哪一场 live， 就是都很喜欢甩毛巾这个环节，然后就这次有机会的时候就很期待。我超爱沿途风景皆为经过，哎、欸，沿途风景皆为经过，我会跳，大家，我有去带位，所以我会跳，超好笑，我也有参与到新歌，然后我有去带位，我怎么又去带位？这次爱大哥打我也有参与到，因为我也有去带位。我到底哪一首没有参与到？一直在带位。你怎么又会了？我会啊，我会，当年带位我会跳，真的，你现在放歌我会跳啦，真的。难得是说会跳呢，我会跳啦，真的，我真的会跳，我整首都会跳，哼。哼，沿途风景皆为经过，我来放，来放 SH 的。可是我不会跳全曲啦，因为我们只有练那个短板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好看哎、欸，这首歌。那个王子是不是该？还有什么我没有跳到这次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次歌单所有歌我都会跳啊！你看 ，Baby Baby Baby， 我也会跳；你看初日，我也会跳。我都跳啊，怎样？我只是不会甩琴，因为我矮。好、啊，要跳、哦、好啦，我跳副歌。可是我现在穿拖鞋，好啦。二 A， 哎，我不会，那个二 A 我不会，因为没有学，我们是跳短板嘛。好了，我移过来一点。穿拖鞋跳到底是什么概念？
不会唱，我就没有背歌词，因为我只是去代位。跳完了，耶、yeah, ！跳完了，主公，已经很久没打仗了。什么很久没打仗了、啊？什么什么什么打仗？谁要打仗？什么什么状况？哇！然后他就要倒了。好的，跳完了 ，this。想知道阿潘对三崎甄选的感想，就是欢迎新血加入，耶、yeah, ，好烂哦，好烂哦，没有什么感想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们是说哪方面的？还好今天没有抄手，对啊，还好今天没有红油抄手，但今天 桌上还有没吃完的薯条。公演抢票皆为战场，可以撸三期的小孩了，还蛮期待的啊，小朋友哎、欸，很可爱、欸。想看可爱妹子吗？想啊，紧张还是期待？嗯，期待吧，我都会推嘟嘴的，好哟，笑笑好哟。那天没有办法嘟嘴，很可怜哟。合照的时候不能嘟嘴哟。来放什么好呢？对啊，我今天都没有放歌哎，发生什么事？感觉刚刚都一直在忙，都不知道在忙什么意思。请阿潘前辈优先教三井生公演第三首歌，好好哟，我会先教他们讲歌名哟。为了各位，我会记得先教他们怎么讲歌名哟。阿潘今天开多久？我开一个小时。今天也不能太晚关播，因为我等一下就要出门，要去练舞，可能开到六点半吧。先教他们不要被骗讲歌名，不行。
行啊，就是哎、欸，小朋友就是要先骗一下嘛，因为很可爱，要先被骗个几天，他们自己学会，但是有新鲜感嘛，不是这样子，我们都教会他们，你们就没有乐趣啦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啊。把这首练起来了、哦、没有哎、欸、只有练一些小动作而已。小朋友这样杀伤力很强，我怕我承受不住。反正你们都会加推随便啊，现在你们没有人会被骗了，对啊，我们也是有被骗过啊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们也是曾经青涩过好不好，曾经青涩的柠檬。不是柠檬，上个被骗的是晨晨前辈，好可爱，晨晨可爱。我喜欢小朋友，所以没问题。我知道心里喜欢姐姐型的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加推，搞不好保持原样。不晓得，不晓得，看你们会不会看腻呀、啊？都看三年了、欸，也不止三年，有的人看我看四年了，会不会腻啊？餐桌你还有什么可以等？我想想，哦，凌云啦，凌云啦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凌云升格的时候呢，就是其实我没有。应该说我没有很意外，就说这个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，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也是觉得就是一点都不意外，就是也会觉得很心疼，说就是也有其他很努力的孩子，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嘛，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反正升格就是这样的事情，就像每次选拔公布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就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可是就是很为他们感到开心，因为就是这两个人的努力大家一直都有目共睹嘛，然后尤其我跟凌云同组，然后就是一直看凌云很努力，然后也看过就是看过他难过啊，看过他生气啊，就是也一路走来也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也会一直觉得说，哦，他这么有实力，到底是为什么会被埋没的这种感觉，一定会有人这样想啊，就是，也不是单指一云一个人，一定是很多成员，就是只要大家有看到那个成员好，大家就会这样想。只是我们萨克瓦离一云比较近，所以就是会更强烈的这种想法，就觉得。这么有实力的人为什么会被埋没，然后一直觉得很可惜，而且他就是他人又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又很可爱，然后一直都很佛的感觉，因为一直都很佛系，对于升格这件事情他又有点佛系的感觉，然后你就哦，真的是很为他开心，那时候很激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时候很激动，就是我没有特别想哭，我只觉得很开心，我就觉得哦天哪，没有感觉，就是平常撒狂的那种尖叫模式，就是只觉得啊是凌云的这种感觉。然后，就是艺人平常也会陪我聊很多有没，就是跟他聊天就是很没有压力，就是聊一些不管是平常什么工作抱怨啊，还是就是自己个人那些有没murmur，就是什么都可以找他聊，感觉我还蛮喜欢跟艺人聊天的。反正就是很为他感到开心，结果我们想到那个夕阳的时候，我看到凌云的瞬间，然后就突然觉得凌云，然后就突然眼泪就喷出来，然后他就看着我，你干嘛哭了？然后他也开始喷眼泪，不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哭，然后看到他凌云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哭，不知道在哭屁，超好笑的，超好笑，就是都没原本都没事，就看到凌云那个人站在我面前。不知道在干嘛，这很奇怪，真的很奇怪。
没有，真的很棒，谢谢。还有就是我开场之前，然后还有工作人员一直问我说，那你会紧张吗？就是每个成员走过去，他都会问一下，哎，紧张吗？紧张吗？会紧张吗？不会，嗯，不会。是啊，毕业你有猜到吗？嗯，有一点预感。就是，该怎么讲？大概有料到会开始有人毕业这件事情，就像之前就是我的好朋友们就是接连离开，然后有预料到是就是有预料到会有人毕业，但是没有预料到是西亚这样。就是因为我的想法还是就是升格的隔天一定会有什么大消息公布，就是无外乎就是那几种可能嘛。大家也大多都有在猜测，不是吗？就是要嘛阻隔，要嘛什么新公演，要嘛什么，就是大家大概都有猜到，就是以上几种可能性，不是吗？然后也有讲到，就是有可能会毕业，所以我就是大概我大概内心也是那几个想法在跑这样，然后也不太，但是。升格放在第一天这件事情是我很早就猜到的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，但至少他们自己本人好像蛮多成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。但是因为在排那个 NC4 的时候，那个站位就太明显了，好不好？那个站位就太明显了，就把雷允跟王翔拉到第一排去，我就想说这就是要升格。这个超明显的，然后只是我没有想到是打电话是哪招，打电话到底是哪招，只是就很明显 ，Hello 那个升格超明显的，那毕竟是有站位表，对，那有站位表的，你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好吗？没有，不是升格这样子 ，Hello 就是那个我自己升格的时候是真的没有猜到。因为我那时候人在最后一排，我都在最后一排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，可以休息一下，结果就突然被叫出去。要是看到歌单第二天最后有绿草地，也蛮好猜的。哎，我没有想到哎，其实绿草地这个我就没有想到了，这个我就没有想那么多。那时候只觉得哦，绿草地哦，很久没有唱，拿出来唱。真的应该要临时抓比较有惊喜感，好不好？原本就在第一排，我看就说啊，应该是啦，差不多啦。方便拍嘛，对不对？方便拍摄啊，不是吗？毕业这个有吓到啦，但是。你要说难过的话，只是偏心情复杂吧，就是，然后我要注意时间，哎，剩五分钟，好，五分钟后念吧。就是呢，是想说要毕业，就是其实我的内心还蛮复杂的，该怎么讲？就是踢撇大家长的感觉吧，因为说真的就是。就是能理解这个决定，但是你要说难过的话一定会有，那难过的点是来自于就是还蛮会觉得蛮不安的吧，因为就是大领主一个一个不见，然后会有更多新血进来，但是其实我们好像还没有到诗雅这样子可以独当一面，就是好像就是自己身为一个前辈，好像其实也没有教任何，也没有教太多东西给后辈，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照顾到后辈的感觉，就是诗雅是真的就是大家都有被他照顾到，是真的，就是像是我出去上通告啊，或者是就是我在限动的时候讲，就是不管什么活动，就是基本上诗雅都会照顾，就是诗雅看到
就是他会一直看周围的情况，然后去帮周围的人。然后我们团体啊，就是像我们什么三周年演唱会啊，然后像这种阳光剧场啊什么，就是只要我们团体之间有一些意见什么的，通常就是会先让诗雅知道，就是我们讨论之后先让诗雅知道，然后诗雅再去跟上面沟通，然后或者是诗雅去跟大人们就是聊这样子。所以就是大家都很依赖他，是真的大家都很依赖他这样。所以就很会很不安吧，会觉得就是诗雅离开之后，那谁可以来做这件事情。就是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我们其实谁要出来做，就是一定都就是要逼着谁出来做这件事，就是指明谁出来做一定都会认真做，可是就是会很不安吧，因为没有像诗雅这样子会主动跳出来的人这样。就其实我跟诗雅也不熟，因为说真的就是你们知道我就是比较算边缘一点，就是我比较避暑。其实说真的就是我很避暑，就是我不太会去主动跟人家聊天，然后也不会跟人家约出去什么的，就是比较偏避暑，然后就是很懒惰，懒惰，社交懒惰，对，我叫社交懒惰。但是所以也没有跟诗雅到特别熟，就是竞选吧，所以也没有特别跟就是诗雅变熟什么的，就是因为我很少，就是我不太会去跟旁边人聊天这样，我就是社交懒惰，我只是社交懒惰，但我也没有跟大家处不好，我只是社交懒惰，对，我就是懒惰。加上有没有共同话题，其实真的还是一个蛮大的重点吧。就是对我被动型社交还蛮被动的，但是也不会说跟大家有隔阂什么。对啊，我就是说话好麻烦哦的那个，对，就是我。但是有人要找我聊天，我还是会聊的那种，但就是懒，就是已经很习惯这个形式了。好，反正就是跟诗雅没有到特别熟，但是因为诗雅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，所以还是会觉得很就是很难过很不安吧，这样心情复杂欸。我一开始以为林一也是这样，林一也是这样，林一根本就是懒讲话，好不好？先开口真的好麻烦。对啊。我就是啊，我就是懒得讲的话，可是就是可能座位在我附近的人就会跟我讲到话这样，然后座位没有在我附近，我就不会特别去讲话的那种。就是像林依云，我跟林依云会比较好，根本就只是因为林依云每次公演坐我旁边，然后我们每次 UNI 曲都同一首，所以我才跟林依云比较熟，不然就是也不会到特别熟。像我跟 Koha 就没有到特别熟，因为我跟 Koha 就是也没有特别多首歌一起。可是像张雨林，我就会跟张雨林很熟，因为我跟张雨林就是很常一起去带位什么的，就是有没有交集吧。根本就是有没有交集，就是很靠缘分。我真的是超佛系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佛，对，就是就近我旁边的人这样，我旁边人我会熟，然后其他我都不熟。吴婉玲是例外，吴婉玲是他自己会来找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不要问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像那个，就是我讲一个很好笑，我觉得很神奇的点，就是阳光剧场那两天我们是坐游览车去，然后呢，我就是平常大家坐游览车或者是坐小巴都会有自己的 partner， 就是长期下来一定都会有自己的 partner。我以前的 partner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旁边一定是坐曾诗雨，我旁边百分之百就是曾诗雨，所以现在没有曾诗雨，所以我百分之百就是一个人，但是我也没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已经是那种没差的年纪，不会是那种我觉得一个人会怎样的那种年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就会觉得就是没差，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不会说因为一个座位然后就怎样，然后我就默默的我就坐下，
我就坐下，然后我旁边我就要放包包。小慧跟阿潘很熟嘛，算一般熟吧，就是也是偶尔会聊天这样。然后我就默默的坐下，然后我旁边我就想说，那我要放包包，反正就是去阳光日常也带很多东西，然后我就放着，然后我就要开睡了。我已经两边耳朵要戴好，我已经要开睡，我就觉得没差，就是对一个人上去比较大，我就已经到了那个一个人没差。没差，反而一个人比较悠闲的年纪的时候，然后这样子躺下，然后开始的时候，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什么？然后吴婉玲坐下之后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哦，我来关心你，我看你一个人坐，啊，内心就是，这个小朋友，嘿，红包 ，yes， 抢到了，谢谢小硕。不用睡了，其实也没有，他后来也在睡觉，他根本就没有要关心我怎么，他就睡觉啦。他后来也是自己在追剧，然后自己在睡觉。Hello， 真是谢谢关心，我整个就是黑人问号，你们这个后辈真的是黑人问号。我真的觉得他很神奇，我真的觉得他很神奇，对，但也是带给我蛮多乐趣的这个小朋友。对，今天没有奶油手，什么又一包？等一下，好的，我要来念榜了，不然我迟到。有什么没说完的，我们可以下次继续讲。我们可以下次继续讲三周年了，但是其实好像也没什么，就是这样。哦，三周年还有一个我还蛮印象深刻的点，就是最后一首是夕阳，然后就是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夕阳就是我第一次进选拔的歌，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很深刻。然后第一天在唱夕阳的时候，就是有的孩子因为就是升格的关系，然后就是在哭嘛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大家在唱歌的时候，当夕阳不是大家都定格嘛。然后那个位置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我跟肉肉站对位，就是当初竞选吧就这样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抬头，然后看着他，然后我就跟他对到眼，然后他就又开始哭了，然后我也开始哭，我就觉得好难过，我突然觉得很难过。对，对，好，反正就是夕阳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，然后就是可以放在最后一首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对，今天是旧手机，不是啊，今天是用平板。这还是要正能量收尾，就是喜欢夕阳 days。好，我要来念榜，不然我要迟到，不念我不能迟到，被杀掉。好，今天第十五名是阿北，谢阿北。第十四名是班伟，谢班伟。第十三名是马挺，谢马挺。第十二名米酒，谢米酒。第十一名是玉安，谢玉安。第十名是傅伟，谢傅伟。第九名是宁，谢宁。第八名是钟颖，谢钟颖。第七名塔瓦哥，谢塔瓦哥。第六名是吉米，谢吉米。第五名是小谢，谢小谢。第四名是免税麻油饭，谢免税麻油饭。第三名是泪，谢谢泪。第二名是 Happy Love， 谢 Happy Love。第一名是草莓酱，什么？第一名竟然是草莓酱。第一名为什么是草莓酱？发生什么事的？发生什么事的草莓酱？好啦，谢谢各位。下次直播就是应该就是过年后吧，我想想，我看一下。26号，下次播下礼拜四。我播初几？初四、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。我播初三，因为初一、初二我们家都要出去吃饭，所以我初一、初二就不播，就是我们家都有行程了。然后我播个初三这样，所以大家初三一起过年啊！大家一起过年的是呢，初三，初三要来看，初三。
初三星期四对吧？对吧？我应该没有记错吧？对吧？初三星期四对吧？31号是除夕对吧？对吧？对，依然是五点，依然是五点，搞不好新年可以过，可以播久一点，说不定，对啊。而且我也有新的拼图，大家搞不好可以陪我一起拼图，对，我可能可以开一个什么5个小时，然后都在拼图之类的，对，我现在只是在立 flag， 到时候再说好不好？初三见，初三大家可以陪我一起新年假期，或者是陪我新年大扫除，对，我没有打算要这两天扫地，耶、yeah, ，我们可以初三再扫。初三的时候，大家可以陪我扫地，或者是陪我拼拼图，可能会播久一点，大家到时候再来看我啊！拼图要拼大半年了，对啊，初三见，大家新年快乐！这样子你要几只？我要寄东西了。什么？我要几只？我要很多只。哎、欸，对，新的扇子我好喜欢，谢谢，我好喜欢那个，好可爱。过年扫地，初三再扫可以啦，初三扫3个钟头可以，我努力啦，哈哈。那么大家，我下播了，再见，我出门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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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周年快乐，3周年快乐。我会努力修图的，大家拜拜。